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现在下的这个大暴雨还没有停，我们趁着这个下雨涨洪水，我们出来买一床那个撒的网，回去装一下鱼。走到渔具店这里来。都打不过。我在中间看我的经济上面了，在这边划了，才真的才算得到不？那么细喽。老肥，这个有点大不？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甩哦。啊？这个怎么甩先？不是，先这样，然后再这样，哎，不对，这样，捞。你要叫老板娘教一下你，你看老板娘都笑你了都。我打一次给你看啊。嗯。你看好啊。这样就打鱼啦，就这鱼头，我刚反应啊，顶呀顶！你用这种要老肥才能打得动的。我，你说我会吗？会，我估计不会哦。会，我记得小时候这个，哎呀，回去试一下再说，我就上来呢。上了两块钱，上了两块钱也不杀，给你个钱，绑个绳子行好吧？嗯，绑绳子。当时绳子，我一放下去，你放那么摇不？我放下去容易打嘞，我搞定了。你放，我这么摇就打了嘛。难不？难哎。好像这个都硬。哎呀，硬咩？硬嘞，种绳子好。嗯。种绳子就好。没硬嘞。硬嘞，拢是些厚的。啊。哎呦，今天晚上有没有鱼吃？就靠这条网了。我跟你讲，先把那刷面条子给洗洗的。没用。洗上来就包的。没用嘞。洗咩？你把那绳子包了。四块钱。十块钱呢？你上个月来了，你好几天，终于打我两米上去了，都是那种。是不是中一把形容？我们形容下子，你都晓得。小局长，走吧。不要，你可以去上面玩得了，晓得吗？哦，没事。你弄一个嘛。一百一，哎，管了108，108，零一百零一，完了。哎呀，这绳子还没动呢。完了，亏了，要亏两块钱。亏的，可是鱼都没买过鱼了嘛。我这种网很值钱。他说他的网很值钱，他看一下他有没有骗我，这个100块，这个10块钱，中了2块钱绳子，一共110。我看看老板娘有没有骗我。好了，我们准备这个装备，到鱼塘去给他杀一大波鱼来吃一下。我们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，回去，拜拜。